日前杨颖现身上海机场，她头戴棒球帽素颜现身状态佳，获热情粉丝送机互动聊天，画面温馨。当天 baby 外穿黑色短款外套，看起来很保暖，搭配灰黑色宽松小熊宝宝短袖，下搭紧身牛仔裤，戴着乳白色棒球帽子，而且青春年少显年轻。 baby 全裸装出镜，佩戴口罩，安全保护全面。先前黄晓明亮相飞机场也身穿这一件小熊宝宝短袖，外搭黑色丝绒外套。尽管两个人的外衣并不是相同，但从样式到色彩都完全相同，就连拉锁处的关键点都接近同样，不知道是不是某知名品牌下的恋人款。而 baby 穿着的这一件小熊宝宝短袖看起来比较宽松垮大，想来是穿着丈夫黄晓明的这件，足够证明两口子情感弥足牢固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